大姐又去灌饮料去了。啊！哎呦，吓我一跳！对，这直接也叫。你看到没？这个就是弄那个川西套餐那个玉米呀、啊，什么东西的？你看到没？这已经发霉了啊！这已经发霉了，他们就是拿这些发霉的这个做这个东西呢，看到没？长绿毛了啊，已经长绿毛了，能看见不？就是拿这个玉米呀、高粱呀这些东西，就拿这个做呢，是不是 ？Hello， 刷钱叫小乔买拉车，你刷钱也买不到呀，我到哪儿去给你买呀？哎呀，太热了，今天真的是热呀，晒得很。Hello。一天喝他的逍遥水，对呀、啊，确实是在喝他的逍遥。哎，热死了。那灌点回家。那我跟你说是吃五宝六宝的啊。袋子也烂了。走了，回家太热了，太热了。巴拉今天买这么多东西，没买多少呀？那我对肺有用吗？有用的啊，杯子。它能主要就是清理疏通的，知道吧？它主要是清理疏通的。肠胃不好的、脾肺这些不好的，知道吗？心脏啦、肾脏的这些不好的都是可以吃的啊，都是可以吃的。每天提一桶，每天提一桶川西套餐嘛。赶快走吧，那必须赶快走呀。十一点了，回去弄一弄，然后让达姐那个啥。洗衣服去。我看我得给他上宁证了，不上宁证他不听话了，他是飘了。这又干啥呀？你这又干啥呀？那我们子树叶又安排起来了，对呀、啊。What's this？ 年纪了？
那你说 ，Let me ask 张华 ，ask you， 啊？树叶干嘛用？他们吃的那个是当主菜，就是拌饭的时候当主菜吃呢。喝完好玩，好玩个屁！好玩就疯了，喝完之后就疯掉了啊！今天这天太热了。送的树叶是怎么用的？星辰大海，树叶子泡水喝啊！树叶子泡水喝，这个是给大家的惊喜啊！树叶子是用来泡水喝的，就是达姐现在筐子里那个蓝绿绿的那个东西，就是那个啊，跟那个是一样一样的。然后那个他们是当主菜吃的，大家回家之后拿那个泡水，因为给大家送的是干的，湿的没有办法整，所以说就送的干的。干的的话，大家拿个没事，就像茶叶一样泡茶喝啊，泡茶喝。做一袋又一小袋的，那个是槟榔嘛，然后边上这个是咖啡壳嘛。然后那些是那一袋是石头吗？边上那一袋又不知道是啥玩意儿，我也不知道。好的，不客气啊。现在下单的应该是现在下单的啊。美人还给大家就是一直都没讲，给大家送一单拉姆子树叶子，就是达姐吃的那个玩意儿啊。你们会收到一小包绿色的，尝个香啊，尝个香，就是泡水喝，大家拿来泡水喝。这个也是就是一个小玩意儿送给大家的啊，你要是卖的话，这东西挺值钱的，因为毕竟这从非洲弄回去的，卖的时候还是挺贵的啊，但是送的时候，嗯，对不对？送的时候就不贵了。对，热的没劲了，我都热蒙屁了，我都。我家里有好多小强送的辣子，一直没喝过，泡不好喝。哎，树叶子你拿开水烫一下，对不对？你要是觉得不干净，就像洗茶一样，先洗一下嘛，对不对？洗一下然后再泡嘛。嗯，你给我吃饱了，不好好上学，天天就知道跑。对，走了。感谢宝贝儿点妈，谢谢宝贝儿点妈啊。达拉刚吃的什么？达拉刚吃的是槟榔啊，槟榔。走了，哥不走了。哥不走了。哥从那儿走。走。